士多魔终于见到了。Hello， 安里，好事多魔终于见面了。对对，我们家人们期待你很长时间了。我们也是期待你，也期待我们的表演。对，因为今天咱们是这个，咱们又穿越回唐朝了。然后给大家，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吧。要不咱们两边，你先来吧。可以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古筝女儿，一个弹琴的女孩，弹古筝的女孩，很高兴认识大家，然后也很高兴感谢官方给我们这次机会，能让我认识，无锡的火爆猴小姐姐。接下来呢，有请我们的猴猴小姐姐来自我介绍一下。谢谢，也很高兴认识我们女儿小姐姐。然后今天大家也特别，我觉得大家特别幸运啊，能走进我们这个咱们这个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。然后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哈，我是无锡火爆猴，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。然后呢，平时会给大家跳一些古典舞啊、民族舞、现代舞等等等等。如果我们家人们喜欢的话，不光你喜欢舞蹈、喜欢艺术、喜欢乐器，都可以点点我们两个人的关注。好吧，那我们多的咱就不说了，咱就开始吧。刚刚前面我们耽误了一点时间。好的，好吧。接下来一场视听盛宴。对，一首有的听有的看的《水墨兰亭》。送给两边的朋友们，左上角家人们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给我们投投票，好吧？可以给猴猴投投票。这个咱们是观众，是有一个这个观看，然后获得免费票的一个。是的，待够六分钟可以获得所有的票啊。好嘞。水墨兰亭。
什么难题。谢谢大家，辛苦无限，辛苦。谢谢啊，辛苦两家的哥哥们，谢谢啊。有观看差不多有五分钟了，大家可以看看手中官方赠送的票票，给我们送一下，谢谢大家，辛苦大家，谢谢谢谢。家人们觉得好看吗？觉得好看的朋友们可以打在公屏上，对，那大家也可以互相点点关注。那你休息一下。好嘞，因为接下来然后对面小姐姐然后为大家演奏一曲，然后后面然后猴再给大家跳，我先小喘一下好吧。嗯，好的，好嘞，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了。好，休息一下，辛苦了。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 DJ 版的《刀剑如梦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送给两家的哥哥姐姐们，时间，所以我就先弹这里，接下来的时间啊交给我们的恒儿。好，那我先听。好的，我也歇一会儿。
辛苦了，辛苦了！大家手中有票的可以到侯侯家去，侯侯家头像左上角可以投票。谢谢大家宝贵的12票，谢谢大家。好的，再一次谢谢，谢谢大家。然后辛苦队友，辛苦队友。啊，宝姐辛苦了。家人们喜欢的话，记得点点我们的关注哦，朋友们。嗯，谢谢大家，有喜欢古风的可以点点我跟胡儿的关注。仓促。以后咱们有机会，咱们可以常连。可以可以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，非常好的活动。谢谢官方，哎，那下次也可以强组。嗯，你休息吧，你先休息吧，那我们就先吃啦。好的，我们以后再玩，拜拜。好，以后再玩，拜拜，越来越好。嗯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啊，喘一下哦。累死我了，我临时把曲目给换了一下，因为时间有一点不富裕了，换了一个短一点的。是吧，你们都看不到我只有投票呀。对了，谢谢我们元哥，谢谢我们元哥。一起熬过的幸福，任何东西有头有吗？刚才你们能看到吗？我也临时把曲目给改了一下，要不然时间就更不够了。过我窗外飘落的细雨，我先让我喘一下，先让我喘一下。家人们有没有什么想点的？一会儿要不要点点歌呀？有没有喜欢的曲子？已经深爱过，退一步却又舍不得，最痛苦莫过于爱。每人最多12票。后来你的一切我都已听说，听说你曾为我伤心，为我难过，我才懂得当初你有多爱我。喘一下，喘一下。已经遇到我2回官方轮麦了，是的，这就是缘分呀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这个是这次参加轮麦是好后，就是这不是之前生病了，然后回归以来第一次参加这个轮麦，而且今天这种模式我也是第一回遇到。撤了，好的，谢谢我们元哥辛苦啦，也谢谢刚刚给猴猴投票的家人们，感谢大家。先让我小喘一下，因为就俺小秀回来生病回来，还是身体没有之前感，我个人感觉好像没有以前体力好，就是喘了好长时间感觉。谢谢我刚刚帮猴猴投票的家人们，以后咱们还会有更多好看的节目，一会儿我也接着咱们会给大家跳其他风格好看的舞蹈，家人们喜欢的话我们可以点点赞，好吧。你们需要等我一下哦。听说你也曾为我伤心，为我难过，我才懂得当初你有多爱我。我们的关系一步没资格，毕竟深爱过，退一步却又舍不得，最痛苦莫过于爱不得忘不舍。后来你的一切我都已听说，为我伤心，为我难过，我才懂得当初你点舞吗？朋友们，家人们有没有什么想点的呀？我才懂得当初你有多爱。欢迎小家哥，晚上好，好久不见，感谢灯牌。对，因为我感觉我说真的，我感觉我以前好像参加轮麦跳舞就是没有那么的累，然后我这回就是做完手术生病嘛，然后感觉蛮累的。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跳个敦煌舞吧，然后好吧，
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朋友，大家跳个敦煌舞吧。投过票了，谢谢。深呼吸一下。久久不能离去，给家们跳个飞天，敦煌飞天。快把手机砸了，别别别，大家能来给猴猴捧场我就挺开心的。等我一下啊，每个账号，每个账号就是上限就是12票，上限就是12票。来，我们跳一个飞天，那个山楂梨吧，就是也挺长时间没给大家跳了，好吧。别砸手机，别砸手机，等我一下啊。家人们的公屏上的掌声走一波，thank you.
会儿啊，太累了，我感觉我的有点想有点哆嗦了。他们喜欢的朋友，咱们也可以小星星大啤酒中可以走一走啊，有点明了。累死我了，歇一小会儿，歇一小会儿。哎呀，感觉好像还真是有感觉，有不一样哎，有差别哎，就是大病一场之后，感觉还真的是体力有差别。就是跳简单的那种是吧，还好，然后一跳累一点的这种啊，就很明显感觉。有一种虚脱了的感觉。谢谢谢谢，欢迎咱们新进直播间的朋友，感谢雨过天晴的花花，谢谢大山哥，感谢张珊珊加团，晚上好呀，家人们晚上好。我们可以喜欢花花舞蹈的话呢，可以点点赞，好吧？花花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，然后古典舞呀、民族舞、现代舞等等等等，只要你喜欢看的话，是吧？就是专业舞蹈，咱们的直播间都有。需要补气血是吗？跟这有关系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就是只能感觉到自己体力不如之前。所有的花果山欢迎大家。对，我刚刚跳舞的时候卡了吗？你们看着，刚刚跳舞的时候你们看着卡不卡呀？跳舞这么辛苦啊，为什么当初想练跳舞的？因为热爱舞蹈，是我3岁开始学舞蹈啊，然后就是从小的梦想，然后就是考北舞，那时候小时候连小时候写作文都是考北京舞蹈学院，然后想要成为一名职业的舞蹈演员。后来也确实是在奔着这个目标是吧，然后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，后来从舞蹈学院出来之后呢，然后也真的做了一名职业的舞蹈演员，就是生活在就是舞台排练厅这样子。哎呀，我还是有点喘，像我喘一下，一会儿再给你们唠。每次这个头发要收拾很久，对，因为我头发都是我自己弄的，造型啊，所有的背景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弄，所以像比如说我需要9:20直播的话，弄这个头发我就得，不今像我今天的话是不到7点钟我就开始梳头发自己，有点麻烦。要是平时呢，只化个妆可能20分钟就完事儿了，就是你弄这个头发它就很麻烦。那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专业的造型师。感谢如诗哥，谢谢面包茶语，感谢远行哥，我们一在的家人们，咱们一起点点赞吧，好不好？咱们现在赞的是5.1，咱们冲一冲，我们冲一冲那个8万赞吧，好吧？我专业是学的中国古典舞，像刚刚咱们跳的是吧，就是古典舞。古典舞其实也是就是北京舞蹈学院里面最难考的一个系。现在我小休息一下啊，一会儿看看家人们有没有什么想点想看的，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想点的想看的，朋友们坚持洗剪吹啊，以后也不是不可以试一下是吧？来，我们戳戳屏点点赞了，大家喜欢猴猴舞蹈的话，我们帮猴猴点点赞，也谢谢刚才给猴猴投票的家人们，感谢大家。可以加个猴猴的粉丝团是吧，一般有什么事儿啊什么都会在群里面说。小野猫不跳啊，那个哎呦，不是很正经的那个就不跳了，就是学那么专业学那么多年是吧，不合适吧，是不是？感谢717先送我的小星星，欢迎东皇中哥哥，晚上好呀。
在外面。哎呀，你好。嗯，晚上好，你好。嗯，你可以打榜吗，宝宝？我们可以试试看吧。行，那咱打个榜五，点赞和总票，然后就踩一局，谁输谁来。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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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，那咱就直接来吧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好，重新来。好。感谢谢谢，来我们哎坏了，忘了问他多少赞了，我先记录一下我的吧，我是 5.7。 我们能点赞的朋友咱们点点赞，然后咱们能助力的朋友我们可以助助力，好吧，看看他多少赞。还是 10.7。 好，从现在开始算。感谢我们北冰洋哥哥，谢谢我们北冰洋哥哥的小心心一语。我们有小心心大啤酒的朋友，咱们给猴猴震震榜。我们有热气球的朋友，咱们热气球咱们也震震榜。咱本场打的是榜五，点赞和总票三个里面有两个赢就算赢了，点赞也很有用啊，因为我现在也来跟你们一起，咱们一起点赞，好吧，朋友们，能点的朋友咱们一起点一点，能助力的朋友们助助力。我刚刚有截图他的，我有截图他的那个赞。我刚刚有去，我又忘了问了，就是刚刚跳舞跳的短路了，忘记问了。截了个他的图。来，我们助力了，朋友们，咱们开播头一局，能助力的朋友，咱们一起助助力啊，一起众筹一下。感谢我们无语哥哥，谢谢我们无语哥哥的热气球，感谢我们无语哥哥心意。谢谢如是哥，能点赞的朋友咱们点点赞啊，点赞也很有用，就是咱们刚刚是5.7万赞，右下角点赞是有一个加成的。我们现在榜五，我们现在还差三位朋友们，咱们有热气球或者是花火的朋友能搭把手我们搭把手，一会儿咱们可能会有一个1.5倍加成哦，朋友们。感谢远行哥，谢谢谢谢歌舞飞扬，感谢玉帝哥，谢谢如是哥，感谢志成哥，晚上好，家人们晚上好呀。我们一会儿咱们有一个还差一个 PK 值，咱们现在还差一个 PK 值。好，我们30秒钟之后有一个1.5倍加成，好吧，家人们，我们一会儿可以，咱们可以一会儿在那个30秒钟之后，咱们可以助力，能点赞，我们现在咱们先冲一波赞哦。感谢抖抖，谢谢谢谢志成哥的小心心。因为榜三现在是8.93了，我们现在有1分钟的1.5倍加成，咱们能助力的朋友们一起助助力，朋友们。那我们就保时捷吧，好吧，对面现在榜三已经是800多票了，能搭把手的朋友咱们搭把手，朋友们，欢迎我们709哥哥，晚上好。咱们现在榜五，我们现在还差三位，五缺三，咱们现在。感谢汤姆，谢谢深蓝，感谢用户，我们现在是1.5倍加成中，朋友们还有半分钟的时间，咱们榜五我们现在还差三位，榜五咱们现在还差三位，感谢玉帝哥的爱你。对面榜三，现在对面榜三现在是890多票，我们能助力的朋友咱们可以一起众筹一下，好吗，家人们。感谢我们无语哥哥，谢谢我们无语哥哥的掌上猪猪，谢谢我们无语哥，感谢谢谢我们志成哥哥。还有9秒钟，咱们还有9秒钟，咱们现在是1.5倍加成中啊，咱们珍惜这个最后几秒钟，他这个。感谢我们助力的朋友们，我在看啊，感谢我们玉帝哥，谢谢我们玉帝哥的旅拍兔兔，感谢我们709哥哥，谢谢我们709哥哥的保时捷。我们现在还有40来秒钟，咱们能守塔的朋友咱们守一波塔，谢谢我们暖哥，感谢我们暖哥，晚上好。对面现在榜三现在是1189票，咱们能补刀的朋友，咱们能再补一个热气球的朋友，我们再补一个热气球好吗，家人们。我要憋死了。感谢谢我们小把戏哥哥，感谢我们小把戏哥哥的热气球，谢谢我们无语哥，恭喜我们小把戏哥哥升级到21级了。能点赞冲赞赞的朋友，咱们最后我们再冲一波赞，能帮猴猴守守塔的朋友，咱们一起守守塔，能补刀一起补补刀啊，咱榜五肯定得补刀，家人们。最后十秒钟，暖哥能补刀吗？北冰洋哥哥，志成哥，
朋友们在榜的朋友们能补刀的朋友咱补补刀。我都耳鸣了。我看看他们加榜五899赢了吗？赢了，漂亮，拿下。哎，家人们，我这回又不用跳舞了。我说真的，就可能是因为刚刚前面有点剧烈运动，然后再加上这样频繁说话，我现在那个耳朵就嗡嗡的。谢谢家人们，祝猴猴能够拿下咱们今天这个直播的头一把，然后也能让猴猴休息一下。感谢我们家人们，谢谢我们家人们心疼猴猴，再次感谢。谢谢我们吴宇哥哥，感谢，谢我们吴宇哥，谢谢我们北冰洋哥哥，谢谢，感谢我们709哥哥，谢谢，感谢玉帝哥，谢谢，谢谢志成哥，感谢暖哥，谢谢小把戏哥哥，谢谢如是哥，感谢咸鱼哥哥，谢谢380哥哥，谢谢我们助力的朋友们，公屏上咱们走一波，拿下。赢赢了，我们一直是20000，你们呢？我们刚刚是，等会儿我截了个图，其实我看一眼啊，我刚刚忘了问你了，然后我就截了个图。我们是100000，20000赞点了。我们那我们也是，我们是5.7，我截图的时候是5.7，现在是哦，现在是7.5。我们那我们赞好像没有你们厉害。啊，那我们是不是赢了2啊？你们榜五赢了，我们尾数和赞赢了是吗？不，咱们打的是榜五总票和点赞啊，宝赞。榜五总票和点赞吗？不是榜五总票和加不是榜五点赞加尾数吗？不是啊，总票榜五总票和点赞。我们刚刚是不是没说清楚啊？我们忘记守塔了。是不是没有清楚？好，那我们输了，我们输了，我们输了啊！我们输了。有幸可以听一小段，没关系。好，我们来一段啊。还可以常玩呢，是吧？嗯。感谢我们米拉哥，谢我们米拉哥滴滴。好，我们来一首《美人影》，来一段《美人影》吧，送给2边家人们。谢谢我们米娜哥哥的宝迪迪是啥？我是不是我刚刚说的是宝五总票和点赞吧？是吧？因为我一般都是这样玩的。我想去拿个水喝，你们稍等我一下好不好？是总票，那可能他记错了吧？家人们有没有什么想点的呀？北冰洋哥哥、米娜哥。吴宇哥哥、709哥哥、志成哥，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想听的？我去拿个水先哈，等我一下，那水没了，干了，等我啊。
在飘落的细雨是我想你的泪滴。我们的关系进一步没资格，比起深爱过退一步却又舍不得，最痛苦莫过于爱不得忘不舍。后来你的一切我都听说，你也曾为我伤心为我难过，我才懂得当初你别的风格也行哈。你的样子和名字在我脑海久久不能。啥？你俩歌有没有什么想听的呀？没有想过呀。的幸福，任何东西无法代替。如何遗憾是结局，缘分没合会让你我相遇。我有多少的期许，就有多少的泪滴。还是你们想想，我看着来一个，然后有你们想想有啥想听的都可以跟我说，好吧？LK 不，还有一个爸爸，你这个给我换一件吃不行，没有反应。我爸给我换个电池，这个昨天给我换个电池不行，你就没有反应都。来，我们跳一曲啊。你们要看个女儿情吗？梨树精杏树那是是吧？可以，何必西天万里遥，是不是？好的呢。阳霜起点是接受不了，那个遥控有一点儿那个电不够，它就不好使了，用跟白电池换搁别的里头使。桃李芳菲，梨花香，怎比我举国吹囊。芍药艳囊，梨花香。
乡，怎比我只托春意囊。芍药烟呐、梨花俏，怎比我雨润红自娇，雨润红自娇。饮君道，心儿遥遥，雨儿飘飘，何必西天万里遥，何必西天万里遥，欢乐就在今朝，欢乐就在今宵，欢乐就在今朝，欢乐就在今宵。相差一盏饮君道，心儿遥遥，雨儿飘飘，何必西天万里今朝，欢乐就在今宵，欢乐就在今朝，欢乐就在今宵，欢乐就在今小星星，我们现在是4400多，咱们冲一冲吧，好不好？咱们能助力的朋友们可以一起助力一下 ，OK 吗？那我换个衣服吧，好吧，无语哥哥，我穿这个衣服就是可能跳那个蒙古的不是很好看，我换一个衣服。欢乐就在今朝，感谢关注。就在今宵，欢乐。点点赞，我换个衣服，咱马上就来哦。乐就在今宵，桃李芳菲，梨花香，怎比我只托春。何必西天万里遥，
乐就在今宵，欢乐就在今朝，欢乐就在今宵。相差一盏今朝，欢乐就在今宵，欢乐就在今朝，欢乐就在今宵，欢乐就在今宵。时光哦，换个背景。桃李芳菲，梨花香，怎比我枝头春意。
随你走在每个清晰的牧场，像我放过的马儿一样，让爱的绿豆都沾满阳光。喜欢的朋友咱们可以掌声走一波，感谢我们北冰洋哥哥，我们有小星星的朋友咱们也可以小星星给火火战神榜那点点赞啊，朋友们，我们现在赞咱们还没有到十万赞哦，一起点一点了，咱们一起点点赞怎么看看一会儿家人们有啥想听的，先传一下到天上，传一下下我自己，这歌挺好听的，是不是感觉很悠扬？来，我们抽抽瓶，走在每个清晰的牧场，很美呀，是吧？就是配这个背景也比较适合，我觉得很喜欢吗？马儿一样，让爱的好像歌曲好听，对，我就民族舞里面的话最喜欢就是蒙古舞，个人啊，仅代表我个人反而最喜欢，比什么傣族啊，就是藏族啊，藏族也还行，但是最喜欢的是那个，我愿把心放在感谢雪儿的灯牌，飞翔，棒了，谢谢，喜欢的话我们点点赞哦，出出屏，没声音。 Hello 呀， Hello Hello， 好久不见了呀，好久不见呀，咱玩一把啊，行，你后面你有啥好玩的吗？那个，这个屏好漂亮。你有什么好玩的没？那就才艺吧，老想看你跳舞了，一次也没有看到。行，那就谁输谁来吧，好吧。行，那我不会跳呀，我唱行不行？改歌。那你就唱吧。行，好。那闭会儿麦。好。
深呼吸一下。刷到就一直来看了，谢谢。我每天都在，每天晚上10点钟。今天因为参加官方活动，就是早播了一会儿。感谢用户657哥哥的小心心，感谢灯牌。来，我们可以给猴猴镇镇宝。咱们有小心心的朋友们，小心心，咱们冲一冲5000，朋友们。感谢我们北冰洋哥哥，谢谢我们北冰洋哥哥的小心心语，感谢。谢玉帝哥的千纸鹤，能点赞的朋友咱们点点赞哦，朋友们一起抽抽屏，我们抽抽10万赞，能助力的朋友咱们可以助助力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哥哥，谢谢我们无语哥哥的小心心语，感谢我们无语哥。他不会不太这老主播了吧？二十多万的主播，这也是老主播，他应该不会不知道那个没有过百托塔不算赢吧？然后没有提醒他。是咱们花果山最美的就行了，全网不敢当，全网是吧，好看的太多了呢。感谢谢虚一时敢送我的小心心，微信谢谢妞儿，感恩妞儿，恭喜妞儿升级到16级啦，恭喜升级。我们在的家人们，大家有什么想听的也可以跟我说哈。我今天下播得瘫一会儿了，沙发上好好瘫一会儿了。谢谢妞儿，感谢妞儿的小花花，谢谢小姐姐。这个曲子其实我也特别喜欢，但我一般不老跳的，白马不老跳，就是跳起来就是要我半条命的那种，累，就是特别特别的累。感谢我们北冰洋哥哥，谢谢我们北冰洋哥哥的小心心语，感谢我们北冰洋哥哥。我们现在暂时落后哦，朋友们，咱们能助力的朋友们可以一起助力一下。感谢抖抖。谢谢我们北冰洋哥哥，感谢我们无语哥，谢谢我们无语哥哥的星星雨，感谢我们无语哥哥。李星，我们一会儿一起守守塔哦，咱们一会儿一起守守塔。感谢小社，谢谢谢虚一时，最后15秒钟，最后15秒钟，我们能守塔的朋友，咱们守守塔，我们回家跳舞不香吗？最后几秒钟了，感谢我们东皇钟哥哥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我们无语哥，谢谢我们无语哥，感谢公屏上咱们走一步，拿下。感谢我们无语哥，谢谢谢谢我们东皇钟哥哥，感谢谢谢我们北冰洋哥哥，谢谢感恩玉帝哥，谢谢晚风哥，谢谢虚一时，谢谢抖抖，感恩小社，谢谢唐三藏，感谢远行，谢谢我们助力的每一位好朋友，杨杨哦。
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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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娃哈。哎哎，你问一下家里人，想听戏还是想听改了歌？你来看着来吧，我觉得你都可以。欢迎博主哥，都可以。这个戏的话听懂不？改的歌吧，要不然。行，都行。那个啥，我看看你的名字。我先。不挑。就是。大家都叫你叫啥名字啊？我叫侯侯。侯侯是吧？好嘞。叫我侯侯就行了。好嘞，欢迎浅笑哥。先撤了，先撤了，开心就好。我们撤了，回山了。好嘞，下回再玩，宝宝。好，行，拜拜。好嘞，一路长虹。感谢，谢谢，谢谢玉帝哥的花花，感谢 MY 哥哥，谢谢小雪。你们想看画你呢，还是想看，故乡的月亮啊？大家想看哪个？想听哪一个？吴宇哥，猴给你个管理吧，以后是吧？进猴这，然后艾特人说话看着方便一些。谢谢吴宇哥哥支持猴猴，我们先画你也行。你退了穷尽就能看见了。山顶，甜蜜的笑容定格在我心里，深情的歌声描绘你的美丽，只为让你永驻我心里。爱画一个温柔可爱的你，让我在梦中无数次见到你，梦里的夜晚我不愿醒来，只为把你画在我心里。
把你的倩影画在故乡的山间，幸福的笑容铭刻在我心里，把你的温柔化成那小河，爱情的泉水永流我心底，画一个俊俏可爱的你，用爱的心愿描绘最爱的你，梦你的时候我不愿醒来，我用一生守护着你，感谢我们吴宇哥哥，谢谢我们吴宇哥哥的请好好吃的野餐，感谢我们吴宇哥，感谢我们吴宇哥哥 BC 吃吃好吃的喽，感谢谢谢、先让我喘一下，感谢我们家人们的小星星大啤酒，感谢欢迎一下，看看你们还有没有要点的，让我在梦中无数次见到你，梦里的夜晚我不愿醒来，只为把你画在，看看家人们还有没有要点的，还有没有喜欢的，谢谢我们家人们的小星星大脾气，感谢大家呢。每个晚上我是10点就有直播，然后如果你要是喜欢看舞蹈呀，各种风格古典舞、民族舞啥的，都可以给你很多的关注。好吧，谢谢小伙儿，看看一会儿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听的。把你的倩影画在，感谢优秀，谢谢优秀的加油，你们喜欢蒙古舞的什么呀，喜欢我喜欢蒙古舞的柔臂还有抖肩不知道大家看，不知道你们喜欢蒙古舞的什么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一会儿我喘口气儿，可以给你们唱首歌，朋友们，先让我小休息一下。明天是我看看，今天是礼拜
明天是礼拜六，明天我要休息哦，家人们，明天我就歇班班了，明天休息一下，又到了我歇班的日子了。明天我休息了，然后你们要是想看舞蹈的话，后天就我就那个什么就回来了，就明天反正是需要休息一下。这个周可能时间过得好慢呢，是因为啥？因为过节吧，连着播了8天了，是不是没休？辽阔空灵，就是我觉得蒙古歌曲就是好听的特别的多，就是会比啊，就是相对来说，因为我要跳舞可能会收藏好多就是这种好听的歌啊曲子，包括有一些之前给家人们说的，就有一些马头琴的那种纯音乐的那种曲子吧，就是感觉蒙古的歌比藏族啊什么都好，都多，藏族也有啊，像什么心上人是吧，挺好听的，我的祖站，然后这也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，铁路啊是吧，卓玛呀，什么心上的罗家，就是藏族的，那蒙古的更多了，那个云南飞，我还会唱点云南飞呢，我一会儿可以，我让我歇一小条，一会儿可以给你们唱，这会儿唱的，这会儿气儿不够了，这会儿气儿不足了，氧气不足，缺氧了。小把戏哥哥，你要点一首吗？有没有你喜欢的呀？哎，谁给我呀？四红格。随便的。玩了，不想玩四红格。再见，好久。在飞，白茫茫，牧人轻轻唱。牛羊。点一下，别不理人家，不是。篝火像太阳，南飞的大雁，你要去何方？银色的草原是温暖的天。咱们点点赞。声量，我迷恋着草原，思念着故乡。阿爸的琴声响，阿妈的声量，离家千万里，乡亲永难。感谢东培。给你唱首歌啊，一会儿。阿妈歌声亮，我迷。吴宇哥哥还要不要一会儿？有没有什么想点的呀？吴宇哥，你听我吼唱歌吗？阿爸的琴声响，阿妈的歌声亮。唱首《云在飞》吧，很草的歌曲。稍等一下哦。好好唱歌不要命，不要命，不要命，挺好听的。没有，臭不要脸了，我就怎么凑合听吧，还能我再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有啥想听的告诉我哈。来，你唱首歌。一首《云在飞》送给直播间的朋友们。
雪已在地上流，雨云在天上飞，水是流淌的雨，云是飞翔的水，水是云的爱，云是水的魂，水是前世的雨，云是流星的水，云在天上飞，水在地上流，前世今生的美丽，美丽的轮回，你是水在流，我是云在飞，约定三生无悔，无悔的等待。一首云在飞送给直播间的朋友们，还能听吗？水是云的爱，云是水的魂，水是前世的雨，云是来生的水，云在天上飞，水在地上流，前世今生的美丽，美丽的轮回，你是水在流，我是云在飞，约定三生无悔，无悔的等待。云在天上飞，水在地上流，前世今生的美丽，美丽的轮回，你是水在流，我是云在飞，约定三生无悔，无悔的等待，约定三生无悔，无悔的等待。还能听吗？一首云在飞送给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，猴在飞。感谢谢谢我们家人们的小星星大啤酒，感谢灯牌，我们可以抽抽屏哦。朋友们，是不是有的朋友第一次听我唱歌呀？吴宇哥是不是也第一次听和我唱歌？唱歌肯定没有跳舞专业啊，就唱歌纯属这个业余爱好，业余爱好。感谢姚哥，谢用佩哥，谢少主哥哥，感谢。没有听过我唱歌是吧？第一次听，我自己以前就是跳累的时候有时候会唱唱。远行哥哥也是第一次听啊，是吗？那么多朋友都第一次听啊。那以后我是多唱还是多唱还是多唱啊，对不起，我不要脸。对不起，我不要脸，我不要脸，我不要脸了，不要脸了。业余爱好就是以前要比如说和同学聚会啊什么，就是麦霸级别，喜欢唱两句那样子。先你好 Hello。 Hello 呀，你是唱歌主播吗？你是跳舞主播吗？对，是的。那咱就才艺啊。
才艺也才艺，一人展示一段才艺，然后谁输谁来吧，就光谁输了谁来啊？对，谁输罚的？就是、平平时都在家里头才艺，对吧？谁输罚一段这样子？行，可以。我输了我就你说吧，就是唱歌还是就是还加奖励吗？就来一段才艺就行了。行。行，好吧，嗯，开始吧。过程不够白偷塔不算赢哈，提前说一下。啊，行，可以啊。嗯，好，那好嘞。一会儿慢。感恩少主哥哥的花花，还可以，不要命，反正那没应该没有到要命的那个级别吧，好像。就让这大风吹。感谢光圈哥，谢谢少主哥哥，欢迎咱们新进直播间的每位好朋友，晚上好呀，一起点点赞抽抽屏，没有亮灯牌的朋友咱们可以亮亮灯牌，有小心心的朋友们可以小心心给红红震榜。感谢远行哥，谢远行哥的亲吻。感谢北冰洋哥的花花。感谢金水猪哥哥，谢谢所有的灯牌，我们可以一起众筹一下哦。就阳间大风吹，我是火爆猴嘛啊，对呀，是呢。那我是谁呢？我是金爆猴、木爆猴、土爆猴。感谢我们无语哥哥的花花，谢谢我们无语哥哥微信秀花花喽。能点赞的朋友咱们点点赞啊，朋友们一起戳戳屏。就换完电池就好了，换完电池就好了，就可以动了。说的好呀，谢谢，喜欢的话欢迎常来，我每天每天都在。哎，我今天想起来个事儿，我看他们说话有时候都改成了什么，改成了欢迎大家走进波波间。欢迎大家走进波波间。啵啵啵啵啵啵！感谢关注，谢谢我们北冰洋哥哥的花花，感谢我们北冰洋哥哥，谢谢少主哥，感谢少主哥哥的小花花大啤酒，啵啵间。要听起来就听起来好像还好像，说起来好像有一点不是很习惯，对，敢让说成啵啵间也不是让，反正我看好多人都这样说。我不知道哎，波波间，家人们来蹦儿！我能想到的话，就是想到了这个。感恩玉帝哥的小心心，谢玉帝哥。舞剑啊，是吗？喜欢看我舞剑，波波间。我们还有20多秒钟啊，咱们一会儿一起守一守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一会儿一起守守塔，守守小塔塔了。感谢我们无语哥哥的花花，谢谢我们无语哥哥，比心，谢谢我们少主哥。最后10来秒钟啊，咱们最后10来秒钟，我们一起守守塔了，朋友们。比心。感谢我们无语哥哥，谢谢我们无语哥哥的花落成群，好好看呢，这个礼物特效
巨美巨美，感谢我们吴宇哥，谢谢我们吴宇哥哥，谢谢，感谢我们东皇钟哥哥，谢谢我们东皇钟哥哥的旅拍兔兔，嘻嘻，公屏上我们走一波拿下，欢迎我们热闹哥，晚上好，好久不见，谢谢我们吴宇哥，感谢我们东皇钟哥哥，谢谢我们北冰洋哥哥，感谢远行哥，谢谢少主哥，感谢晚风哥哥，谢谢肥肥，感谢白云飘，谢谢金水珠哥哥，感谢首席哥，谢谢我们榜上的朋友。晚上好呀，热闹哥，好久不见哟。现在太难了，你们加新玉不难。来吧，我是就直接唱歌呀，还是就是直接唱是吧？直接来一小段吧，那就。行，我直接来一小段。不挽留，没有回头。想说的再见，没了权限，在你离开的那天，没能好好的再看一遍曾挚爱你的双眼，崩溃的边缘，对自己好言的相劝，能不能不要不要再翻卷，我们已是过往云烟，曾经以为不会放开的手，到现在的一无所有，我没有挽留，你也没有回头。曾经以为不会放开的手，到现在的一无所有，我没有挽留，你也没有回头。好，就整两句吧。好嘞，好嘞，我们也可以互关。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那我就走了啊，一路长虹。嗯，好。人气票60票，好嘞，谢谢。感谢关注，谢谢谢谢萌多多，感谢白云飘，来我们跳个舞哦，看看家人们有没有什么想听的呀？吴宇哥有没有啥？东皇钟哥哥，你有想听的跟猴猴说哈。有喜欢的可以告诉我。我们跳一曲，谢谢我们家人们，祝贺贺，杨洋，来，咱们掌声走起。客人们都好看。就是要夸我，夸我都膨胀了。送给我们吴宇哥哥，还有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天边的月亮是我思念你的脸。
天边的月亮是我注视你的目光，在无垠的夜空与你遥遥相望。天边的月亮是我思念你的脸庞，那无尽的银河都洒满
你自己理解。那天你知道吗？你给大家来个一字马。感谢燃杯哥哥，乌宇哥哥还有没有什么想听的？李立阳哥哥想听的歌很多首吗？还有什么说想看皮球跳舞？还有没有什么想点的朋友们？还有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点的？没有的话，一会儿我就准备下播了。今天播的早，然后因为生病刚刚好，然后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，现在是跳不动了。想看他表演一个招财猫的动作，示范动作，给家人们招招财，皮球，你说。你说我给家人们招财，你说钱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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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到姐姐和家人们的是吧包包里面。想来一首还没有爱够，行，没问题，安排。感谢谢空蒙哥哥的比心兔兔，行，还没有爱够，来我们来一首啊。我说话声音小了。哎，打错了，还没有，打成还没有爱狗狗。是这个吧？的小花花，是你先。大雁南飞后，和我一起走。我知道这是给我最大的迁就。两个城市分。好吧，我换个衣服跳这个。多想给你的爱，挥之未永久；多想给你的爱，挥之未不朽。那种爱蔷薇，曾出鞘的春秋。
迁就，两个城市分割了彼此的温柔，思念如雪融化天边滴滴的流，多想给你的爱会是为永久，多想给你的爱会是为不朽，那种爱像初交的春秋，虽不曾喝上一口，也醉了三秋。还没有爱够，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好看吗？谢谢我们无语哥哥，感谢我们无语哥哥的花落长亭比心，谢谢，感谢多多，谢谢多多，晚上好呀，晚上好，家人们晚上好，欢迎欢迎旭东哥，晚上好，旗袍好看，谢谢。那我们咱们再跳一首，多多你有没有什么想点的，你可以跟侯侯说哈。那再跳一首吧，再跳一首，然后我就准备下播了，因为我今天跳不动了，实在是前面跳的有点累。多想跟好吧，朋友们，会是为永久。那你们有啥想听的，可以告诉我。会是为不朽，那种爱香味。哎，有没有什么秋天的歌？秋天，秋月个秋，什么歌有秋？
明天还要大筛啊、哦！明天还筛呀、啊？老王哥，你也是天津的是吧？明天还筛呀、啊？今天不是筛了吗？秋意浓。全是大山啊！啊，明天还山呀、啊，好吧。那我们再跳一曲《秋意浓》，送给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，然后送给今天的晚安歌曲，然后，不跳《秋意浓》了。我刚刚一看《秋意浓》6分半，太长了，太长了，我选一个稍微短一点的，吓死宝宝了。太湖美吧，我看看。短一些，我刚刚忘开声音了，我们跳个冬恋吧，这个短一些，刚刚那太长了。
谢谢我们无语哥哥，感谢我们无语哥哥的花火，谢谢谢谢我们旭东哥，感谢谢谢多多，谢谢北沙河哥哥，感谢大家。双江山好看，还能开能开吗？感奇怪吗？下雪了呢，那下雪了，穿红衣服最好看了。我以前就有过，生活中啊就有过，就我们这下雪了，然后我就是想出去拍照嘛，就想出去拍照。明天在家，我明天不播无语哥，明天休息了，我每礼拜六休息，后天播，后天剪，好吧。哎，所以明天找不着我，你们别那个啥。明天每礼拜六基本上我都是休息的。嗯，今天也跳的是，应该是我开播这个半个月。应该是最多的吧，反正因为我感觉到累了，我感觉到特别的累，就是那种。晚上好，没事儿，反正礼拜日就是还会再跳的，是吧？反正各种风格，有什么想听的、喜欢的，到时候都可以跟何后说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那我今天就不给你们跳了，家人们，跳不动了，实在。今天播的也早，今天九点是吧？九点播的。九点钟播，提前一个小时吧。那我准备下播播啦，家人们，看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想点的，没有的话我就下播了。然后明天休息，咱们后天见喽，朋友们。一会儿我就要瘫一会儿了，找个地方躺一会儿，可把我累死，把我累完了。谢谢我们旭东哥，感谢我们旭东哥哥的大墨镜，谢谢小喜茶，来我卸下榜啊，谢谢我们北冰洋哥哥，感谢，谢谢我们吴宇哥，谢谢，感谢我们北冰洋哥哥，谢谢我们旭东哥，谢谢玉帝哥，感谢东皇东哥哥，谢谢多多，谢谢，感谢地平线哥哥，也谢谢我们榜上的每一位好朋友，感谢大家的捧场。多支持，我准备下播播了，朋友们，大家晚安了，好梦，拜拜，好梦哟。请你系上。